那么下面我们看四点，安全事故类型及原因。我们这里就重点说一下 EA424041 常见安全事故类型。伤亡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，这是一种伤亡事故，还有中毒、爆炸等等，都是这样要特别注意的。所以我们这里重点在哪儿？就这和节中重点就是国务院制定的安全事故的级别划分。我们前面不是说住建不是参照国务院的事故划分的吗？质量事故、安全事故基本一样，四级死亡、重伤、直接精神都一样，就最后一句话不一样。待会儿你们看，以上包括本数，以下不包括本数，是一样的，分成四个等级。它不一样就要在哪儿呢？就大家看第四条，就说一般事故的直接经济损失中呢，它是1000万元以下它没下限，而住建部定的质量事故有个下限100万元以上，这是二者的区别，记住了，剩下全一样。然后在事故报告的程序上有不一样的地方，安全事故出现之后是现场人员向谁报告？向施工单位的负责人报告，而质量事故是向建设单位负责报告，这是不一样的地方，这是第一个不一样。第二条也不一样，什么？安全事故发生之后是向工程所在地的应急管理部门报告，而质量事故是向当地的住建部报告，这两个不一样，剩下全一样，期效一样，1小时、2小时、30天都一样，对比得起你就清楚了。然后接着我们看一下 EA424042， 这条才讲的常见安全事故的原因分析，这个大家不用多记，你就记住四个因素：人的因素、物的因素、环境的因素、管理因素。我们最重要就是管理因素，所以大家注意前面想想都不用记了，一二三，人物，重点记第四个管理因素。你看到了这块是重点，管理什么呢？职业安全卫生组织机构不健全。我们说过安全管理收拾是要建立组织和建立制度，建立体系。第二个，职业安全卫生责任未落实。第三个，职业安全卫生管理规章制度不完善，建设项目没有占三通时，就环境保护的这种要跟足球同时，操作规程不规范，适用应急预案及响应缺陷，培训制度不完善，其他职业卫生管理制度不健全。你看这都是关上面的。我们这里重点大家看一下，培训制度是3年的教育，非常重要的。然后再有什么呢？我们讲建项目三通时就强调的，然后呢我们看到的各种各样的管理不到位，出现了三维就造成了安全事故，这都是管理上的原因。所以我们讲这里就概括说一下，我们安全事故管理跟上了是能够避免的。好，这是我们安全部分讲完了，我们做个小结。安全管理是一道大的案例题，它占的分值多少分？30分。它考什么？它第一个先可描述一个背景，描述这个建筑的高度、层数、地下的深度、模板支撑的高度。它第一个考什么？就是我们后面法规要讲到的，让你判定这块的基坑开挖、混凝土的支模，包括交架的搭设，哪些属于专项方案，哪些属于微大方案，这第一个能考你。这个确定好之后呢，马上考你专项方案编制的程序，然后专家论证的程序，这第一个能考你的点。第二个考你什么？安全管理中的目标四个，安全管理内容是8项，特别重要什么？安全检查时长。考你什么？什么叫3年级教育？什么叫查三维？什么叫出现事故似乎翻过？你看这些都是属于简答题考你。然后接着项目部在进行安全管理中，他考你什么？比如说现场文明施工、交叉的搭设、模板的支撑，还有安全管理，他考你保证项、一般项，重点是保证项评分。你看这些都是程序的考试。接着
他描述或者是深基坑的支护，或者是脚底下的搭设，或者模板支撑，选一个，就考你整个安全管理的程序。工艺描述脚底下搭设哪块出现缺陷，来你指出来。接着再考什么？高处作业。列出来防高空坠落，防高空坠落打击的措施，让你判断哪出问题了。接着再加一个三种垂直运输设备，选一个考你：塔吊、电梯、物料停机、安全检查等等出现考你。接着再总结描述出现一次事故，让你找这些事故的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。你看这些内容就构成一个完整的安全案例的考试，既有程序，又有简答题，又有实际操作，需要题占30分，拿多少分？给你们要求，你听完我的课，我用了这么多时间给你讲这个，给你要求最多要拿到 60% 的分，多少？18分，能拿到吧？要求不高吧？回去大家消化一下。所以我们告诉大家，质量管理、安全管理是两道大题，各占30分。它应了我们前面讲的编制指导书的一个大纲要求的，注重就是质量、安全，回去消化。